7月27日，李冰冰在微博上庆祝自己45岁生日，并晒出美食与美景，并配文道：“又长一岁，好奇心永无止境，愈加旺盛。比如橘子如何分割橘树上的阳光，又比如什么是区块链 ，AI 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吗？”这也让网友调侃：“李冰冰又变身科学大咖，探索世界的奥妙永无止境。”24日，李冰冰将亮相米兰时装周某品牌秀场，其看秀造型曝光，她身穿透视条纹针织上衣，搭配郁金香裙摆短裙，身材比例完美勾勒，落落大方，摩登气息十足。2月18日上午，李冰冰晒出了自家的女版全家福，李冰冰与母亲以及妹妹李雪出现在镜头前，母女三人超高颜值，长相相似，一看就是一家人，让不少粉丝大呼好羡慕。李冰冰与母亲妹妹看起来心情也是非常好，李妈妈也是摆起姿势卖萌，这样的画面真是十分有爱。李冰冰配文道：“妈妈，我老妹李雪，妹妹的女儿糖豆，咱家的女版全家福。”长镜的李老爹得意感叹：“我们老李家的都个顶个的好看，害羞，全家出游其乐融融。”